联盟人、广东省、饶平人，当天发誓，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，始信始终，由始至足，如获于此，任重处罚。嗯，进来吧。我们将建立的民国，必须推广的主义是民族、民权和民生。是的。快下雨了，把窗关了吧。哦。这就是我们在晚晴园参观的时候，那多媒体播放出来的乌鸦扰乱宣誓时，这个场面真实的出现了。对啊，还有孙先生跟曾希伟的也在我们面前出现。不枉此生啊。我们宣誓为同盟会员，突然乌鸦入屋，会不会是不祥之兆？我们别把它想成是乌鸦，就当是时要来报喜吧。对，我们的大事一定要成功。下雨了，外面刮起飓风，乌鸦飞进屋内是为了避难，不能够算是瑞祥或者是怪异的征兆。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能够发展到很大很大，我们的责任就是牺牲，但牺牲到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预说，即使是留下两个人的留存，也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余日。